行伫嘉义市的街仔路，咱要来找找一个手工刻印的老师傅。行近一看，玻璃橱仔内底满满拢是做囡仔的材质。工作台顶有一个人真专心伫咧刻着囡仔，伊就是手工刻印的老师傅黄明山先生。算国小毕业，对阮爸爸落去做，落去学了，对，落去教学学啥呀？哦，算家己的师大人放落来的这个功夫就对了。一怀一滴的刻，我已经刻了五十几冬啊。问伊，敢有想过要改图？伊讲做了都怎啊惯习啦，啊都怎啊嘛是继续搁安尼做啦，哎呀。无嘛，无想讲别项诶，通咧做，啊，着也毋捌去做别项工过。有较俗诶硬转诶，是较方形诶啦吼。啊，有诶是较古转诶，是咱讲较艺术方面诶，有较古转啦。啊，有历史诶啦吼，历史着算做。郑恺落去变化的吼，啊，迄个做历史啦，哦，啊，佫后行书、草书啦，吼，哦，一般大约拢差不多五六种的字体啦。现代人啥物拢求紧，电脑刻印就附属伫个首饰店内面，刻出来的形体是每一粒拢共款。黄明山讲，每一个刻印师拢有属于家己对字体的美感，刻出来嘛拢袂相同，这拢是模仿袂来的。随着时代的变迁，问伊讲，手工刻印敢会安尼就消失去？伊笑笑啊讲，我相信是袂啦。对伊的眼神内底，我看到了坚定。